Hello，今天要介绍一个大脚怪每日挑战高 CP 值的快速赚钱方法。每日挑战应该算是现在每天一定会挑战的，因为它只要花一些些的时间，就可以得到还不错的金钱。像是有偶尔会记录到的，像是山猫啊、停车大师啊、海岛巡游、最长求道、驾照考试、码头杯、超级船赛、硬币挑战、下斜坡、钓鱼比赛、吃东西比赛。吓人挑战、这是东西比赛、雪球大战、滑雪计时赛、超级任务、深海赛道之类的这些，像是深海赛道来说啊，这种挑战最快时间的，就是看谁以最快的速度得到第一名，这个奖金都不错，像是这个，它这个总计就可以得到6250。那像是超级任务的话，就是游戏场里面会有像是停车赛啊，超级任务是类似那个勇者斗恶龙的，那它就是以分数高来计算。那像这个就可以拿到了5250元，也不错。雪球大战就是丢雪球嘛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所有敌人倒地，那这个因为挑战上来说比较简单，所以金额大概可以拿到3750。那吃东西比赛的话，就不一定是吃什么了，有时候是吃鱼，有时候是吃某种食物。我见过最特别的一次是吃装便便袋子的。但是那个我没有研究出来怎么成功。还有吓人挑战，这个超好玩的。这个一样是吃东西比赛。钓鱼比赛的话，它会指定说钓某一种鱼，有钓白鱼啊、钓虾子啊、钓某某鱼之类的。那捉到最多的就可以得名，这样子。下斜坡这也是速度挑战的，是在那个滑雪胜地，这个金额不错。然后硬币挑战就是这一天可以赚到最多的钱是多少？那我建议是平常可以把蘑菇，然后还有那个虚拟食物存起来，然后在这一天有任务的时候呢，一口气去把它卖掉。然后就可以得到前面比较高的名次，然后接下来几天呢就继续存，暂时先不要卖东西这样子，那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比较前面的名次。超级船赛的话就是在岛屿，它通常船赛类的分数就是得到的奖金都会比较高，码头盔。再来是驾照考试，目前好像驾照考试大部分都是考 B 吧。那有时候会有赛车比赛，像是高尔夫球的赛车，或者是那个碰碰车，我都叫碰碰车的比赛。最长求道，之前我在频道里面有示范过如何可以达到600码。耶，这个也是海岛的船赛，金额很高。停车大师，对，山猫，这就是今天介绍的每日挑战，高 CP 值快速赚钱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赚大钱哦。